铁。念在你刚刚有打说你刚来的份上，我就好心的说啦。这样吧，我记得。那再来这个，这样子，然后对准往外这边。哎咻！然后还有一个红石火把。有点忘记了，我觉得应该这样子吧。忘记了是这样吗？等下这边稍微忘记了，不过原理就是这样子啦。看一下哦，如果今天这个是草地的话，要怎么让它洗啊？火把？忘记了，我等下去看一下，太久没盖了。反正你看哦，自动分类机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这么小，等一下哦。全部充了呢，所以坏掉了。改错了，应该这样才对。它就是，比如说，看这原理什么，突然忘记了，啊，哦，对啊，中继器，好，那没问题了。好像也不是这样吧，啊，白痴哦，懂了啦。等我一下下。要求哦，真的太久没碰了哎。这样吗？不是，哎，还是一次放太多了，那样。我记得21个吧，1、2、3、4、5。然后多一个。跑下去了，跑下去啊！我放吗？我忘记了，等一下哦，靠边啊！
糟了，我是不是真的都忘光了啊？好，我去研究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中继器前面的红石。这样。不行，我觉得我要找时间再回去研究了。我忘记了，那时候还在。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不重要，反正之后再讲吧。啊，先回来这边吧。那个开一次就会的东西，忘光啦！我想一下，我多久没盖了？新大陆之后就没盖过了。下面是中继器，中继器原是红石。嗯，我先把这边补一补。这边开台前不是开台前啊，跟他玩之前跑来打凋零，整个忘记怎么打，就差点死在这。我也记得，其实很短啊，可是就是会忘记啊，没事啊，我都忘记了，更何况人都会忘嘛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等我光台，我再去研究看看，研究好再来改。那位叫做少双墨的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有地狱之心，我们缺啥？哦，黑曜石，黑曜石。哦，骨头好多。现在玩什么？现在玩科技分类都用？你是说模组吧？烧掉啦！什么粘液科技？那又是什么？哼，然后嘞？来，你说，我等下关台去研究。啊，听歌。只是这次不能播版权了，不能播到版权。那天，昨天是真的不知道。不是这个，常用。没有，他的正，你跟我讲他的名称叫什么？哎呀，你可以跟我讲他的名称啊。
播超小声，你说音乐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像有动到东西耶，好奇怪哦、喔。我看看哦、喔。版本蜜蜂、蜂窝蜂、巢蜜蜂快，然后就啊，我怎么找到的是伺服器啊？他是说工业魔法时代、欸，那又是什么？他说这是什么工业科技不是吗？所以不是，完全不是模组。哇，这又是什么、啊？哦，对，又长的图。关掉。可是我看他这样子的东西都是插件啊。哎、欸，我先讲一下哦、喔，你说这个不是模组，可是。我看他介绍的图片里面，都是一大堆类似插件的东西啊。所以这不可能是原味的啊！傻眼，你怎么介绍这种东西啊？这个改天，这个要拆掉了。确定可以用就好。哎、欸，插件就插件，你在那边直接讲说不需要什么漏斗，我想怎么可能不需要漏斗？好啦，感谢你的推荐他。因为之前玩 ATM 嘛，就研究那个头真的是很痛。可以当原位生存。我朋友就是。当原味玩，这就不是原味了齁。九乘九，嗯，三五七九，大概在哪里咧？将近一百人，有些事还没去睡哦。哎，该休息的就赶快去休息哦。我也不确定会，医生是叫我在十二点给我去睡觉啦，这样子啊。可是，怎么可能？
要埋在地下吗？啊，所以我刚刚是比较器啊，对啦，刚刚比较器盖在下面呢啊。这样讲我就有点想起来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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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盖地表盖地表，好懒哦。等之后有多再盖地下好了，懒了，有点累。然后今天主要也一直在想我到底要干嘛。那好不容易羊毛那些盖出来，就发现防喷要防爆，就不能吃。草是吃很快，只是那个全自动就没办法用了。有办法用啊，只是效率比较差，然后心情就有点难过。对啊，要将不可能化为可能，难哦。我不是什么人。有点大声呢，你看。还是我现在开始都改开到11点啊？睡太少感觉会死了呢。可是满了欸，天啊。对啊，睡太早容易出问题啊。哇，满了，做个箱子。1 2 3 4 5 6
明天再整地好了，现在好累哦，好想睡觉。都可以，反正一点多在这。不是因为我真的，等一下哦，我是就算一点睡的话、啊，我早上六七点就爬起来剪片了，那就一路撑到中午开台，开到下午，然后五点去休息一下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真的睡时间是六点十几分才去睡，所以我应该只是睡四十分钟。所以我一天只睡了多少？五加六个小时多吧，这样子，所以有点累，累是指这个啦。这好像超出 buff 区了、欸。怎么挖出一只兔子？没办法、啊，工作就这样啊。
好像没啥目的了，一天啊。同时，就是这。肝脏出问题，十一点肝脏就是在排毒啊，所以我们十一点没睡，对肝脏是很不好的、啊，懂吗？你们这群熬夜仔，还有什么要改啊？还有什么自动的我没有享受到的、啊？村民好了。铁巨人也好了，甘蔗塔会盖的，然后，哦，啊，自动农场，可自动农场就是生村民用的 啊，我还有一个想做的就是做那个啊，村庄英雄，应该就是这样子吧。之后再看怎样，我觉得我现在是累到有点呛，所以今天就开到这边好了。那个最近中午之后应该就比较少开台了，因为大家都开学了。然后我也趁这个时间就是好好休息吧。那看再看怎样啦，如果真的是片都剪好了，没有事做，再开台再来聊天。自动马铃薯红萝卜收割，这很简单呐、啊，就是把村民运上去而已，小 case。比较难的是那个吧，之前在野外浪的时候看到那个少界塔，所以应该去那边玩玩看，然后带个村庄英雄回来，这样。布布加，明天好了、啊，现在好累哦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子了，感谢今晚的收看。抱歉。好啦，感谢今晚的收看啦，那大家晚安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